用不用。最近这几天一直下雨，所以这边小院里面很多东西都弄不了。今天可算赶上晴天了，我妈、我爸、我们三个上小院来了。今天主要的任务是这边架豆角架，我爸这两天都急完了，前两天一直下雨，这活也干不了。其实这豆角架早都应该往起架了，才几天没上来呀、啊，这油菜也开花了，藤后都长大了，香菜也起来了，这菜全长大了。先大概转一下啊，你看这里踩的。在哪种？这边种完了，我这来。这种完了。我这样给你踩了，你看踩噔噔的，一天挺有灾的。你这怀里这小豆能吗？种到哪儿了？嗯，这边我们种完了。哪个都种完了？这个。我爸说先把红小豆给它种上，因为怕下雨到时候就种不上了，这个时候种都稍稍有点晚了。等把这个红小豆做完之后，再把豆角架给架上。今天这两项必须得完活。你看看，到秋上不来，我就让你吃豆，天天吃红豆架。种点粘苞米多好。对呀，这种粘苞米多好。我爸惦记是把这个红小豆卖了挣钱。嗯，主要是这地呀、啊、也够人忙的呀。这天阴了一块啊，你们俩抬头看看。没事，就一块云彩，一会儿就飘过去了。我妈他们在那边种红小豆，我上这边薅草，看看这地荒的。上次薅了一部分，这边没薅着，下雨天不好薅。戴上手套。爸，你说你这么认干，为啥不瘦啊？怎么不瘦？我都掉六七斤了。哎，啥？掉哪儿了？掉地下了，掉哪儿了？哎，就这个活我跟我妈都干不了。我妈说是力气活，得我爸干。完了，他天天这么干，然后给他累这样式的，还看不出来他多瘦。爸，你是不是干的多，吃的也多？干得多，也能吃也能喝，一瓶矿泉水马上就没了。他们四个应该是一个。哎呀，你就踩上吧，到时候绑的时候就知道了。不好弄嘛，远点远点，离根太近，根都踩上了，就不听。你把这个给我踩上，我看看。哪个？你是怀疑我的？累掉裤子。你太小看我了。哎，给给给，哎给。五花肉不是白吃的，知道吗？这些都是我妈跟我爸的劳动成果，终于全架完了。今天上来的活都干了，豆角架完了，红小豆种完了。我妈这又摘了点菜，我们分吧分吧，拿下去。这一下午好充实啊！好充实。